刘海姑，哎，我的夫啊，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哦？我把你比织女，不差分呐。花腔，这个嗓子太好了。祖师爷赏饭吃嘛，给了一个这么好的天赋，对，啊、是嗓子运用自如，而且一个人就把两个角色都办了，对，而且关键味道特别好，是，谢谢谢谢，总之特别感谢廖兄能在这个舞台上能够第一次见面，特开心，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舞台有这个缘分，有机会以后咱们可以合作出一个好的一个作品，必须的，志同道合，志同道合，所以继续加油，谢谢。我为传统戏曲的传播喝彩。